大飛往天啊，好努力咁今晚一陣唔收聲唔做，咁盡量做好曬自己目前嘅片。因為有個原因就係我阿媽換咗把門鎖，咁阿媽打電話俾我，佢話換咗把鎖，你今晚唔好咁夜啦。咁我本身諗住都仲堅持下，唔好啦，咁啊即係早啲翻屋企啊陪老母啦。咁啊，聽日 last day， 咁啊，聽日繼續講喺呢度要講翻澳門。我好中意講澳門，咁大家都知道澳門有一個人就封一個區，一個人染疫又封一個區。咁之前講明嘅，喂，電子簽注四省一市已經全面開通，尋日正式落實，俾人放人嚟澳門啊！跟住見到嘅，當然今日六大賭企嘅股票嗱嗱聲、砰砰聲咁樣升翻，咁係咪會有用啊？喂，升翻喎，俾人喎，放人喎，會唔會有100億喎？屌，跟住就見到何一成出嚟拉曬大隊，拉曬橫額，感謝中央，感謝黨，哇，開心啊！卒之放人啊！但係頭先我講，澳門日日都爆喎，而家最新嘅就要有72小時嘅核酸檢測報告，你先至能夠嚟澳門。嚟到澳門仲要隔離，咁我問你啦，我嚟旅行啫，即好似香港咁，我唔係嚟住酒店啊。咁你就話啦，有幾多人會嚟啊？即係其實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，即係我攞咗假，我嚟玩，咁點咧？而更重要嘅，如果落到嚟突然間你澳門染疫唔俾翻上去大陸嘅話，跟住就會好似大陸咁樣天價留喺度，一留喺度就大鑊啦。點樣大鑊啊？就係話酒店使唔使錢，澳門有錢都死啊。第二，人哋翻唔到上去又點？而途經咁遠嘅地方，是但有一個環節出事，咁樣啲人都唔會嚟。而家嚟澳門玩嘅一般嚟講就係水客，第二就係江門啊、中山啊、廣州啊，星期六日咁啊走嚟同你癲下。你話各地嘅省市有人嚟，會唔會呢？而最重要嘅唯一嘅好處就係所謂嘅自由行，即係個人嘅簽注亦都發生，係可以網上約簽啊，即係話你去到唔需要見到真人，唔需要問問題，呢個係唯一嘅救命草。會唔會倒收過百億每個月噃？我諗唔得咯。而家澳門同珠海同中山一有兩三例又封，一有三幾例又封，咁樣嘅封控底下，你話俾我聽，你能夠開放得幾多？今日唔係嘅，起碼開放咗嘛，我哋梗有機會嘅，疫情總會過去嘅。得諗下係容許嘅。我一定支持你有呢種咁嘅想法，你放心係冇問題。我都希望澳門會更好，但係放四省一市，全個國家都可以以個人身份攞自由行。咁大問題，你就睇下十一黃金週，你睇下嚟緊嘅雙十一，你就知啦。好恐怖嘅就係之前內蒙古。甚至有一個人喺架高鐵上高賴嘢，結果點啊？成部高鐵封咗，啲人唔俾離開。咁嘅環境點嚟？何一成會唔會高興得太早？總唔知一日動態清零呢個國策，我哋習近平主張嘅，為咗中國人嘅身體健康同埋生命嘅安全。這個政策不取消的話，這樣我看不到澳門有生機。節目做到這裡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，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同比賽，大飛看天下，需要大家支持，拜拜。